자, 그립. 가래. 첫째. 各位第55届民政府这学员，大家好早，感谢感谢，皆さんおはよう。Good morning, everybody。哦，真好吼，三国的语言安尼吼，哎，拢会通吼，因为我是感觉吼，咱除了台湾的语言以外，哈，最好还有另外一种外国语言，哈，英文也好，日文也好，安尼哈，对咱足有好处的，哈。啊，各位辛苦哈，啊，等长坐到今嘛，哈，啊，大家远路来到这个所在来上课，哈，真无简单，哈。啊，因为五月天，哈，台湾的气候有影真好，哈。20通道而已，还没干，还没热呢，啊，我昨天有去这个北海岸，有一个所在叫做龙洞、灵洞，啊，去那写生，哇，真好嘞，还没干，还没热，还个风也无真强，所以我的画布裁会掉，啊，所以底下画图安尼，感觉安尼足好。台湾的气候吼，除了今年较无正常吼，雨水较高，啊，佮迄个温差较大安尼吼。啊，我是姓郑啦吼，郑自在吼，是台南即个成功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吼。啊，我1962年吼，即摆年代我拢用公文啦吼。啊，请各位吼，因的民国吼，该袂记吼，因的民国该等来粪扫桶吼。啊，咱来用公元，啊，公元甲民国差11年吼，大家爱记，就是咱若讲着公元甲减11，就是民国安尼吼。啊，我是1962，哇，真早吼，1962要到50年前吼。啊，出国去美国留学吼，啊，去啊个读研究所，啊了后伫美国啊，我参加迄个伫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吼，啊，所以伫1979年啊，我就计划刺杀蒋经国安尼吼，啊，所以1979年有一个刺蒋案吼。就是我这个舅啊吼，阮伊个妹婿啦吼，啊，甲我呢吼，啊，去暗杀这个蒋经国吼，啊，结果呢，枪支拍无着吼，啊，足侪台湾我啊无彩呢，啊，恁那遮含慢啊呢吼，啊，枪支拍无着，啊，毋是啦吼，因为离蒋经国吼啊开始真近吼，无甲足光照吼，即那目睭起起嘛拍会着嘞吼。啊，因为吼、哦，全场拢是政治人员，啊，去予美国警察弄一下吼，啊，枪支，伊甲弄一下吼，吴文良先生开枪的啦吼，啊，伊手举起去予警察甲弄一下吼，枪支拍出去，离蒋经国国个头壳头20公分尔吼，所以拍无着呢吼。啊不啊！了后就我饲了涂骹，无机会去拍第二枪，安尼吼。啊，所以今仔可能较无时间讲这个故事了吼，然后时间再过来讲吼。啊，了后呢，哇！阮两个到美国政府吼、哦，美国法院伫纽约起诉吼、哦。啊，经过一年了后，因为伊是现场开枪吼、哦，啊，所以。伊讲是我开的，我有做安尼吼。啊，我是现场抢我去，我去猫一下吼，他个老火吼。所以我来讲无，哎，我唔做无关的吼。啊，所以美国法院就是爱证明讲我有做吼。啊，所以武贵波
伊去对即个秤是安那来的吼，啊，结果即个秤是大都人民的秤吼，啊，我叫我下骹的人也来互我吼，啊，所以对到即个秤买即个秤的人吼，一个姓陈的台湾人吼，伊就讲，啊，你要出来替检察官作证吼，啊，若无要甲你起诉安尼吼。哇！这台湾人惊啊，皮皮出吼，哇，都紧出来作证安尼吼，啊，一五一十拢讲安尼吼，啊，结果法院甲判有罪咧吼，啊，所以法官讲，啊，恁两个吼，无时无日来出庭，要甲恁宣判安尼吼，结果迄个无时无日啊，啊，阮两个拢人讲吼，当啊走离开美国，啊，我走来澳洲去吼，啊。淡水师走到水电吼，啊，水电去请即个政治庇护，过3个月了就给我呢，哦，政治庇护啊，啊，但是虽然有政治庇护吼，美国佫向水电政府提出引渡要求吼，佫将我引渡，但水电引渡到美国吼，啊，引渡无真顺遂啦吼，因为。我伫水电工啊，吼，绝食抗议吼，啊，结果送去到飞机顶的时阵吼，啊，我人都已经昏去啊咧吼，啊，所以飞机佫降落去丹麦吼，啊，丹麦政府嘛毋敢收咧吼，啊，即个美国警察哇，真紧张咧吼，即任务无完成咧吼，哇，伊就找即个飞机公司，啥物人要继续飞安尼吼。啊，结果呢，有一间公司讲好，我会使甲你飞吼，所以甲我飞伦敦啦吼。本来要飞美国，才甲飞伦敦，所以无代无志，怎啊走去伦敦吼？啊，去到伦敦呢，因为我无证件，伊讲我是非法吼，啊，进入伦敦英国的国家吼，啊，佫甲扣留，啊，向美国政府讲，你若要治即个人吼，你还佫重新提出引渡要求安尼吼。所以我伫美国，伫英国吼，佫叫扣留9个月安尼吼。啊，了后官司我来拍输吼，啊，尾啊去印度，等于美国，啊，伫美国叫判5年吼，徒刑安尼吼，判5年。啊，美国是徒刑，你若坐满1/3，啊，你会当加刑安尼吼。所以我伫美国叫关1年9个月吼，啊，了后我就等于。水电安尼吼，等水电吼，佮等头啊开始安尼吼。啊，我1991年，1991年李登辉时代呢吼，啊，渐渐咧开放黑名单，但是啊无完全开放。所以我1991年吼，转来佮桃园吼，无要我入来咧，佮佮讲出去。我是摕水电护照。去到日本东京摕签证，吼，啊，结果来到桃园，甲冻掉咧，吼，讲，我护照真诶，毋是假呢，啊，签证是恁互我呢，伊讲歹势呢，阮行政疏忽，吼，啊，错毋对安尼，我讲错毋对，恁兜诶代志啊，我即拢正确啊，啊，伊就是无要我入来，吼，甲冻伫机场，冻3-4点钟，哇，尾啊4、5个少年诶，我来吼。哇！将我杀起来吼，我阿弥陀佛，无畏不无输的吼，将我扛起来吼，四脚朝天甲扛起来，都甲扛伊个飞机顶悬，啊，佮关机甲送倒来东京安尼吼，哇！我非常受气安尼吼，我讲安尼好，我用我家己的办法来倒来台湾吼，啊，所以我6个月后，1991年的6月吼。啊！但即个桃园机场，我都入来咧吼，佫足顺遂无代志呢，安那遐厉害安尼，因为我摕别人的护照啦，我照咱东乡的护照吼，啊，即、這个海关因为一日看啊一个人吼，因为我看飞机看袂准啊。不过要借这本护照，要有技术的吼，我找真久吼。你来找这个人，和你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身高差不多，啊，面相也差不多吼。
啊，伊个护照要借你呢，护照无要借你，无法度啊。啊，所以即个护照借啊，所以我就成功入来台湾啊。啊，我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讲我回来了，哎，你要甲安怎呢？吼，啊，结果我是讲啊，转来故乡是咱的权利，吼，这是即个世界的人权，吼，会当转来家己的故乡，无需要任何的签证。啊，你若要出国呢？啊，因的引进啦吼，因为可能你欠税啦、犯罪啦，啥物啊？但是一个地方的人，伊的故乡，你要转去，迄是咱的权利吼。我想讲这袂成立吧？伊要安怎甲过？结果呢，伊用迄个国安法叫做偷渡入境，用即条甲起诉啦吼。啊！伊要人甲起诉，伊也毋知我无时无日转来台湾吼，啊，单对入来台湾，伊拢毋知啊，伊嘛甲你起诉啊。啊，台湾就是和美国无共吼，美国若甲你起诉，检察官爱证明即个人犯罪吼，啊，国民党都颠倒病吼，被起诉的人家己爱证明无罪，哈。如果你要证明无罪啊，你安那入来啊？叫我家己证明嘞吼。我讲，我都入来啊，入来恁电脑有问题啊，恁资料无去啊，还是恁的代志啊？吼、哦、啊，结果啊，毋知我当时入来，但对入来拢毋知，甲判一年徒刑嘞。吼、哦，普通这黑名单的，若走入来叫掠着吼，拢判5个月、6个月。一颗罚金，啊，无代志啊嘞吼，独独甲判一年啦吼，啊，即、这个判官真了受吼，判一年等于判2年，安怎讲嘞？迄当时吼，你若判2年，坐满一年，啊，你就会当加刑；啊，你若判一年，啊，歹势吼，你还坐365天安尼，所以调工甲判一年吼，所以。我倒来台湾，叫判一年，叫关365天，吼、哦，伫台湾关3个工啦，吼、哦，这可能嘛破纪录吼，无人有诶，吼、哦。啊，我伫开始去靠阿伫土城，吼、哦，啊土城我就判一年啊，结果呢，我甲一个台南诶，吼、哦，重刑犯关做伙啦，吼、哦，哇，我就甲抗议咧，吼、哦。讲啊！你入境会安办啊未？重刑犯佮轻刑犯都是爱分开啊，哪有可能慢慢做伙？吼、哦，讲安尼袂使吼，你爱一间房间互我，我无要让其他人关做伙安尼。伊讲袂使呢，阮都无房间呢，吼、哦。啊，你一个人关的时阵吼，啊，你若自杀，吼、哦，因的问题嘛足大嘞吼。哦我30天毋捌倒来台湾，哪有可能倒来台湾自杀嘞？无迄个道理啊！吼、哦，我无论如何，你爱我一个房间吼、哦，所以无偌久就来甲我讲诶，有啦，有房间啊，你要去无？我伫倒位，伊讲伫高雄燕巢吼、哦，啊，有房间安尼吼，高雄燕巢我有一个感觉吼、哦，我想啊，我无自由，啊，关伫台北，关伫高雄，应该相共咧。我、哦、好，我来高雄安尼吼，所以佫甲徙去高雄燕巢啦，吼、哦。我伫高雄燕巢，我听讲台湾有所谓的外衣间啦，吼、哦，叫做外野间啦，吼、哦。啥物叫外野间咧？间甲无围墙，吼、哦。啊，间啊，房间暗时无甲你锁起来，吼、哦。啊，即、这个。外野间内底吼，佮有周休二日呢吼、哦。你拜六礼拜会使佮你放出去吼、哦，啊，你拜一啊倒转来报道安尼吼。周休二日，我讲袂歹哦，吼、哦。啊，所以呢，我讲哎呀，安尼我嘛要来外衣间啊，较凉啊，我来佮穿呢吼，穿、哦。但是吼。哦即个就讲啊，你即个市长的吼，啊，无可能甲你准啊。我无要紧啊，啊，请啊，有准就准，无准就刷啊，吼、哦。结果阁有准的，啊，所以
但高雄燕巢佮佮送去台南县山上乡，遐一个外衣间吼。台湾拢总有三间外衣间啦，吼，一间伫台南，一间伫花莲吼，啊，一间伫武陵，吼，拢总有三间安尼吼。啊，有影袂歹吼，啊，去外衣间安尼周休二日吼。啊，我是讲营营无代志吼，互你关伫遮。啊，拄啊拄着县市长的选举咧吼，啊，迄阵就是讲，啊，你管理倒个吼，啊，你户籍就是伫倒位安尼吼，啊，我著管理台南县啊吼，我户籍台南县，讲诶，啊，无我永远无代志，无安尼算一个县长选举咧吼，哦，我著登记民进党的这个县长候选人，吼，哇，有四个人咧吼。第一个是立法委员陈东山吼、哦，第二个是省议员谢三省吼、哦，啊，佫一个是省大教授姓杨德全，啊，最后第四个就是我嘞吼、哦，啊，我管理内底啊是要人什么初选嘞吼，迄、哦、一定袂赢啊吼，我讲安尼要安怎？吼、哦，我拢透早爬起吼、哦，开始敲电话，迄阵民进党的初选吼。哦就是党员投票，啊，你还去邀党员啦，吼、哦！啊，我拢透早起来，我利用个时间哦，啊，紧去敲电话催这党员出来投票。哇，结果投票结果第一名，哎，就是我嘞，哈、哦！第二名个陈东山啦，哈、哦！啊，我相信国民党嘛真烦恼嘞，哇，这市长出来选县长哦，这。歹嘞吼，哇，双把我都改啊！讲你执行未完毕，未使去登记做候选人吼、哦。我执行未完毕啦，啊，我登记尔啦，未算对无？只讲是登记会算吼、哦，啊，你啊选举当日啊，搁咧服刑，可能未算啊。啊，过去党外时代，官邸内底拢是太太出来选啦，哇！拢高票当选啦，啊，所以国民党啊，足烦恼啊，我来用这步咧，我就讲啊，慢慢选啊，才辛苦咧吼，啊，都初选赢就好啊，啊，我都宣布退选啦吼，啊，所以陈东山第二名，哇，代表民进党出来选，哇，最后是最高票当选啊咧吼，当选台南县长啊咧，所以有这段插曲啦吼。啊，各位安尼知影讲，这个经过吼、哦。啊，我1991年转来吼、哦，除了参加这个初选以外吼、哦，啊，佮参加这个，迄当时行政院吼、哦，啊，有一个228纪念碑的这个设计比赛，吼、哦，这是国际比赛吼、哦。哇，我想讲，啊，这个设计到我的专业啊，啊，我来给参加呢吼。啊，伊资格无个咧限，哦，啥物人拢会当参加，吼、哦。啊，所以我就招我一个同学吼，姓王，王俊雄参加吼、哦。哇，结果这个比赛呢，拢总将近300件的作品吼、哦，但美国来参加有4-5件，因为这奖金不只悬啦吼。哇，200+万的奖金呢，所以参加的人真济哦。结果呢，阮伫300件内底吼，被选入去8件吼、哦，啊，但8件内底啊，佫选到3名吼、哦，啊，阮伫这3名内底吼，啊，这3名呢，但这个评审委员交予这个啊，叫做228纪念碑的这个。委员哈，啊，委员大部分是这受难者哈，家属组成的哈，啊，所以这3名内底呢，这个委员会决定讲，阮是第一名的哈，啊，所以即马伫台北市新公园内底哈，迄、那个228纪念碑哦，这是行政院的哈，迄、那个是我甲我一个同学设计的呢哈，感谢感谢。啊，即马搁伫遐吼，也还无倒落吼。迄当时呢，阮设计吼，用即个3个支点、3个点做基础吼。
哇！阮钓到了吼，即中国人诶，吼，直直甲阮攻击，讲这设计足歹啦吼，啊，无安全吼，敢若三个点尔吼，即地动摇咧，到尾就倒下来吼，啊，结果到即摆吼，地动遐一摆无倒，啊，搁伫遐吼，所以各位若有机会呢，啊，台北新公园去参观一下吼，即、这个纪念碑确实真特殊啦吼。有即个国际即个水准吼，甲以前的即个纪念碑无啥相共吼。啊，即马刷来吼，我即个三月，今年三月吼，有去屏东迄个牡丹乡，即个无屏东来，哦，叫屏东来，屏东牡丹乡，啊，恁敢知影？台湾有一个事件叫做牡丹事件，嘛叫做台湾事件啦吼。啊，这个牡丹事件呢，发生伫屏东的八佑湾吼，遐一个湾叫做八佑吼。啊，八佑的边啊，遐一个九鹏吼，遐一个真有名啊，叫做九鹏大沙沙帽了，对啦吼。啊，我有去看吼，啊，这沙帽确实规模嘛真大吼。讲奇怪嘞，台湾有沙帽嘞吼，规大一个山片啊，拢沙了对啦。哇，真无简单吼。港口村哦，是是。啊，八寮湾呢，这代志发生伫1871年啦吼，真早吼。迄当时的台湾当然是迄个。清国时代咧管吼，管台湾吼，啊，但是清国呢，伊无法度管到台湾的东部去，伊敢若管西部尔，东部伊管袂着吼，啊，所以有一只船呢，从琉球出发的，琉球的船，吼，啊，伊从即个宫古岛出发吼，啊，即只船听讲是要去向。即、这个中国朝贡哦，朝贡的船吼、哦，啊，遇到台风吼、哦，暴风雨安尼吼，挂着即只船吼，飘到八寮湾呢，哇，好佳哉，靠湾啊吼，即、哦、人嘛真欢喜，会当登陆啊，吼、哦，哇，就登陆啊呢，哇，都拄着迄个当地的排湾族。吼、哦，啊！即排湾族认为遮个人吼、哦、是支那人啊吼、哦，古早支那人，台湾迄个时代吼、哦，台湾拢是海贼船啊吼，拢伫遐休困，啊伫遐迄个啊装水啦，装遐有诶无诶吼，拢伫迄个所在，啊是伫遐交换即个货品吼，伫迄个所在，啊所以排湾族认为遮是支那人啊。啊，真啊，人足残的啊，吼、哦！啊，所以就甲抬。结果一只船60外个人，哇，抬死54个人，吼、哦！啊，12个人走，吼、哦！啊，走的时阵，这12个人呢，和这个汉人呐、啊，吼、哦！有的人讲是客家人，吼、哦，甲救，吼、哦！啊，救了后呢，将这些人呢，甲送去这个。厦门吼，福建的厦门，啊，但即个厦门遐呢，啊，佫会送倒去琉球啦吼、哦，所以12个人有送倒倒去吼、哦。哇，啊，日本政府知影即个代志了吼、哦，我认为讲即大代志啊，哇，杀死50外个人，啊，即边啦吼，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呢，都两种意见，一种话，我出兵拍台湾。啊，另外一种意见，我卖，啊，卖出兵安尼吼，啊，结果结论就是讲，啊，无呢，先协调向清国问讲，啊，你这代志要安怎处理啊？吼，所以日本就派个大臣吼，啊，去清国，去中国安尼吼，去问安尼吼，去交涉，啊，结果呢，清朝这大臣呢。因的意思就讲啊，台湾这应该叫做青番啦吼，
啊，台湾这青番哦，是化外之民呐、啊，哦，啊，阮是清国，阮的政教、我政治教育拢管袂到的所在，所以这个是台湾，阮无要负责。哇，啊，日本讲，哎，哇，那有这款政府安尼吼？你管的所在，台湾你无要负责，安尼好啊，出兵，所以决定出兵吼。啊，日本人真慎重啦吼，要出兵，就是讲我即摆出兵就是要赢嘞吼。哇，日本人派五只军舰呢，日本迄阵已经是明治维新哦，开始现代化吼，所以派五只军舰。13只的船吼，啊，搁3600的，哇，迄、那个兵啊，吼、哦，拍这个，等这个八六湾入来吼，登陆安尼要拍这个原住民，啊，原住民都无几个人啊，啊，搁毋是现代化的这个部队啊，迄、那个时代的台湾无头人啊，啊，无军队啊，啊，你要战吼。哦原住民可能用刀、用剑啊，啊，要进步枪啦、大炮，哪有可能吼？一下那拍啊，密密麻麻吼。啊，所以伫迄个屏东石门吼，遐有一个纪念碑，叫做郭振强纪念碑啦吼。所以咱的人吼，拢无足敬业啦吼。你讲郭振强是偌久啊？年代什么也拢无啊吼！你那无要个写是牡丹事件战场，啊，大家就知影牡丹事件1871年发生的啊，吼、哦！伊无干那写一个古战场，无人知影是偌久啊吼、哦！啊，结果日本出兵是1874年，我、哦、经过3年才出兵，吼、哦！啊，打了呢，日本就向清朝，你即马要安怎？我即马拍赢咧，你要安怎咧？所以清朝呢，承认讲日本出兵的正当性，你是要保护你的移民，保护你的国民安尼吼，你有正当性。啊，所以因为这个损失呢，啊，清国呢赔偿50万两的这个黄金呢，给日本安尼吼，啊，这个代志就安尼结束安尼吼。所以这个牡丹事件是日本跟台湾第一摆接触，吼、哦，第一摆派兵的接触，吼、哦，啊，是会使讲台湾近代史吼、哦、第一个真重要的事件，吼、哦，啊，佮发生伫咱拢知影的屏东，吼、哦，牡丹乡，吼、哦，所以各位若有机会，嘛咱去牡丹乡，吼、哦。啊，去遐参观吼、哦，去看迄个历史事件的所在吼。啊，咱知影屏东这所在有一个阿兰伊，一个步道，一个栈道吼、哦。啊，有一段时间咧查讲，这个步道呢要开发做公路，和这个啊台湾这个环岛的这个公路会通安尼吼，因为。这条台26线，这条伫迄个满洲乡啊，转去袂当过，啊，所以环岛袂通安尼吼，啊，所以我有去行这个阿兰伊步道吼、啊，哇，有影吼，因为无公路、无公路、无开发，啊，所以保留佮原来吼、啊，真水啦吼，啊，伫迄个行迄个步道安尼，你看到太平洋安尼吼。啊真水啊，真清气吼！诶，一个所在吼，啊，所以最好是卖开发吼，一个所在吼，互伊保留安尼就好啊吼。啊，即卖日本呢，伊即个牡丹事件了吼，伊有出兵去中国，迄当时是清国的东北吼，去迄个所在，啊，有建立一个满洲国。吼、哦，啊了呢，因为日本甲清朝阁有发生战争，叫做日清战争。吼、哦，日本甲清朝的战争，吼、哦，啊清朝战败啊，啊战败变啦，咱知影有战争，啊战争要结束，
一定要签一个和平条约，哈、哦、啊，所以，伫1895年呢，日本甲这个清国呢签一个马关条约，哈、哦、啊，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哈、哦、啊，下关条约开始呢，日本要求讲你单邦呢爱挂号挂鸟号日本。啊！但是丹巴迄当时呢，就是欧洲的列强啊，吼、哦，咱知影英国、法国、意大利这列强吼，荷兰、葡萄牙吼、哦，就是这因开始咧大航海的时代吼、哦，就是要来占这个亚洲啦、非洲啦这资源嘛吼、哦，啊，所以这国家反对。哦、英国、美国、英国拢反对你，袂使管了这个丹巴安尼，吼、哦，啊，所以日本人放弃，啊，无你管了台湾甲澎湖安尼，吼、哦，啊，所以马关条约内底呢，一条就写足清楚的讲，日本诶咧清国呢，将充分的主权澎湖甲这个台湾吼，管了互日本，吼、哦。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台湾人呢就变成日本统治日本管辖了呢、哦啊、咱的教科书呢都说哇日本是殖民地、哦、北下殖民台湾、哦啊、其实没有、哦、日本开始治理台湾的时候、哦、开始的十年就是日本中央政府呢，拨预算来开发台湾，开始十年哈，拢等日本提钱来开发台湾哈。第十一年开始，台湾的这个啊预算啊，才开始平衡，都免日本的援助啊哈。啊，所以是日台湾对日本来讲是一个负担呢哈，唔是一个迄落。啊，个北下的所在安尼吼，啊，迄、那个1895年，哇，日本派兵要来占台湾的时阵吼，伊、哦、的船呢驶来个台湾淡水这个所在吼，啊，咱知影淡水吼、哦、有炮台哦，炮台真济吼，所以日本船说唔敢当淡水河入来，吼、哦，伊从啊射弹。另外一头去哈，啊，各位敢知影？日本兵哈，日本船登陆台湾迄站，伫对登陆的，倒位？唔是伫北部，伫二地，伫二地登陆哈。啊，但二地登陆了后呢，佮步行哈，都、就是伊个兵啊，步行啊，会骑马哈，会有战车、大炮的哈。哎，当时还阁无虾米路啦，吼、哦！啊，咱知影1895年的时阵啊，哇，有一个叫做台湾民主国，吼、哦，啊，这个大总统呢叫做唐景崧，吼、哦，因为法国有个建议啦，吼、哦，啊，你爱成立一个国家向世界宣布台湾是一个国家呢，吼、哦，啊，你就会使。唔免哦，日本占领呢，吼！啊，所以这个唐景崧哇，佮信个真真的哦，伊就宣布讲台湾民主国成立，哦，结果无几工啦，吼！结果日本兵登陆了后呢，哇，唐景崧呢，第一个呢，假装做阿婆啊，吼！啊，三更半暝就当家人讲呢，就走啊，吼！啊，所以咱台语有一个谚语，讲阿婆啊浪讲，吼、哦，就等下来，吼、哦，伊假装做阿婆啊，啊，但假浪讲，浪讲安尼，吼、哦，浪讲，所以浪讲就是硫酸，吼、哦，台语就硫酸的意思，吼、哦。啊，所以唐景崧走第一个啊，啊，一个大将军走吼，啊，下家兵啊要安怎？无人领导啊，就开始抢这个。啊，迄、那个国库，吼、哦，库银
就抢啊，吼、哦！啊，市民免怎？市民抢粮食啦，吼、哦！粮食武器，大家抢呢。啊，所以唐景崧这兵啊，吼、哦！啊，甲市民好啊，啊，拍作一团啊呢，吼、哦！非常危险，吼、哦！啊，台北城呢，像刚刚呢，吼、哦，拍来拍去。所以这地方的士绅啊，伫孟加拉。李春生啊，迄卖茶做茶的吼，哇！伊就招招即个地方的即个士绅来参详，啊，当袂安怎呢？啊，结果呢，就决定讲派一个郭显龄，吼、哦，即、這個、郭开明的老爸的吼，郭显龄派郭显龄去二地这所在吼，啊，去请这个日本军来支援，来平定即个。清国兵啊，乱安尼吼，啊，所以即马真侪教科书讲啊，郭显龄是大奸呐吼，啊，伊带日本军进城，安怎安怎吼，啊，其实事实上唔是安尼，事实上是大家参详的结果呢，指派伊呢，带日本军入来平定即清国军的乱呐吼，是安尼。啊，这个唐景崧走了后呢，台南吼、哦、有一个乌鸡军吼、哦，啊，这乌鸡军的将领呢，刘英福，就是这台湾第二大的刘英福呢，哦，伊嘛是讲要抗日啦吼，哇，就招军买马安尼吼，啊，结果呢，日本军逼近台南的时阵吼、哦，哇，刘英福嘛是带因的骄就走安尼。走入去这个英国船，一只英国船，哇，驶驶驶到厦门安尼吼，嘛是浪港啦吼，嘛是走安尼。啊，结果台南甲台北相共，哇，这兵啊嘛抢靠银啦吼，我那拍作一团安尼吼，嘛是主要即台南市即士绅呢，嘛唔敢出面啦，伊去请迄个基督教的一个牧师。叫做马克里哈，请这牧师去找这日本兵哈，日本军请伊入来台南府城哈来平乱安尼哈，啊，所以有台北城跟台南城都是因为安尼哈，所以咱其实呢爱感谢日本，台湾若无日本五十年的这个建设。这个现代化，我想今仔日的台湾呢，会比中国海南岛搁较落后，这点大家要认识吼。咱日本人用偌济的精神、偌济的金钱、偌济人才建设台湾吼。啊，咱知影台南县这水准。哦，巴天宇，哦，这个水利专家，伊若无这建设这水准，台湾的农业无可能遐发达啊！哦，啊，日本人管理台湾开始第一项，就是铁路爱通，哦，四国铁路若通，哦，这经济就会发达，哦，啊，第一项代志是做纵贯公路铁路，啊，轨道开发。啊，公路以外开发电力，你看台湾即发电所，偌济所在你去看吼，你看潭、花莲那边的潭门，即发电所吼，拢日本建设的，吼，啊，佮即个糖厂有诶无诶吼，所以日本时代即建筑物啦，非常非常的水吼，啊，佮非常非常的用，哇！那国民党来以后起的厝吼，还免几年就搁翻掉啊、拆掉啊吼。啊，我伫台南读的一个小学呢，叫做保光学校吼，以后改做立林国小吼。哇，这间国校啊，嘛几百年的历史呢，啊，讲要甲讲掉嘞，吼。结果呢，请一挂人要来讲啊。无法度讲，
哦，伊个水泥开始作用诶吼，啊，尾仔放弃，无讲掉个保留吼，啊，所以我倒来台湾了，倒去看吼，确实，迄当时起个建筑物，有影用个水安尼吼，啊，我去参观迄当时个教室，哇，伊个天棚顶吼超高啦，比这较悬，因为台湾地方热，所以你超高诶时阵。会通风吼、哦，啊！伊教室一边是走廊，走廊我特别宽吼。啊，走廊个教室中间一堵墙呢，有窗啊吼、哦，啊窗啊下骹呢，吼、哦，即窗啊下骹有一个气窗，吼、哦，气窗就是要互你通风，啊，空气个流通，所以你伫遐上课袂讲热啊呢吼。结果我等于参观个时阵哦，即气窗拢塌塌起来。哎 啊，为了装什么吼、哦？阿鲁米门啦，阿鲁米窗啦吼、哦，啊，我袂甲你补安尼吼，一个真水的建筑物呢，啊，补啊密密麻麻，也足可惜的吼、哦。啊，咱知影各大都市、台南市、台中市、新竹市，哎，这火车头，哇，足好，足水的建筑物呢。你看，嘉南火车头啊，遐尼啊水的建筑物。讲着，好、哦、有够无彩啦！我看伊相片安尼，哇，强要流目屎！遮尔水的物件，你甲讲着，啊，结果起个迄个不三不四的车头安尼吼，代替安尼吼，迄阵就是因的想法，就是反日啊，吼、哦，反日啊，相对呢，就教咱台湾人，咱嘛爱反日，爱仇日，吼、哦，啊，袂使去爱日本安尼吼。哦这就是因的教育吼、哦，所以1895年了呢，哇，日本统治台湾吼、哦，啊，开始这建设，啊，但是较不幸啦吼、哦，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啊，这个日本去轰炸珍珠港，啊，所以美国呢，就向日本宣战，吼、哦。啊，这就是所谓太平洋战争吼、哦、开始爆发了呢。啊，太平洋战争呢，嘛改变咱大家、咱台湾人的命运吼、哦。今仔若无太平洋战争，咱毋免遮凄惨啦吼，咱嘛毋免坐到遮咧上课咧吼，咱可能嘛一定国民的国民呢吼、哦。啊，所以因为太平洋战争的关系，拍到最后呢。哇！日本的这个战场吼、哦，扩大到上大去吼、哦。你的南苗，哇，拢伊的战场呢？中国以外南苗拢是呢吼、哦。哇，南菲律宾、泰国，吼、哦，这拢是战场啊！哇，当时嘛无兵啊，这查甫壮丁拢抽了了啊，无兵啊，变怎？啊，就开始抽台湾兵啊。啊！迄阵台湾人嘛，袂使做日本兵哦，你用火嘛袂使呢吼，做军夫哦，征调去做军夫。但是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有一个诏书吼，就允准朝鲜人、台湾人会使使用即个纳入去日本的宪法吼，会使参加日本的政治，所以从遐开始。伊才会当征调台湾人做日本兵，吼、哦，所以迄点、迄站呢，有征调一寡台湾人做日本兵的吼、哦，去南苗作战，有几啊万人啦、啊、吼、哦，结果大部分呢，拢战死伫南苗吼，拢、哦、战死吼、哦。啊，所以美国因为研发即个原子弹，哇，即两个原子弹足厉害吼。哦啊，第一粒安尼弹落去，希罗西嘛，吼、哦，啊，一粒弹落去那个啥去，哇，弹落到就足厉害，炸弹弹落现死的二三十万人个，你个想，吼、哦，整个的城市的建筑物拢烧掉，吼、哦，啊，伊的辐射线，伊的影响啊，毋是讲一两年两年，吼、哦，伊是几若十年。拢有辐射线吼，啊！你后以后流感啦，哦，啊！你怀孕的时阵，囡仔是
畸形啦，吼，会变做这物件，所以日本天皇讲，哇，安尼袂使吼，都接受无条件投降吼，所以伫迄个时阵，1945年接受无条件投降，所以台湾的命运呢，等下开始吼改变。啊，即、這个咱知影太平洋战争的即个投降啊，投降仪式呢？伫迄个横滨啦，吼，横滨的即个海港的外口，吼，有一个美国军舰，叫做 Missouri 号，吼，哇，马卡萨是即个联军的统帅，吼，啊，接受日本的投降，哇，真侪国家呢，英国、意大利、法国、加拿大、澳洲，吼，苏联也有，吼。即个国的即个代表，哦，拢伫迄个密苏里即军舰的顶悬吼。啊，日本呢，啊，就派外交部长吼，啊，拢总日本大概派11个人啦吼。啊，即个外交部长是代表吼，代表日本。啊，伊伫战争的时阵呢，一支腿炸掉，吼，啊，所以也是去关啊吼。啊，坐迄个小只船安尼吼。啊，来到即个大只军舰吼，密苏里军舰，啊，你来爬上船啊，吼、哦，爬船的楼梯啊，吼、哦，拢梯啊迄种吼、哦，啊，伊一支脚咧，啊，举一支杆啊咧，嘛安尼一步一步安尼爬去到军舰吼、哦，去到军舰了后，日本代表呢，11个人分做3排，徛到啊迄个仪式吼，倒啊头前安尼吼。那像个小学生安尼，华徛安尼，徛伫遐等马卡萨安尼，等一半了，马卡萨出现啦，哇！啊，就开始即个投降的仪式。哇！啊，仪式内底就摆个签字啊，伊即个国家拢爱签字啊，吼！所以一个一个咧签安尼吼。啊，结果加拿大即个国家呢，连签字嘛紧张嘞，吼！伊签毋对去啦吼，伊应该签伫加拿大即个国家的代表内底吼，伊敢毋对，伊讲签伫法国即个国家顶悬啦。啊，即摆刷来的人要签咩啦？啊，都无位啊！我法国去用签名，伊就签有空的所在啊，啊，所以刷来遐拢毋对的吼。啊，签了后，马卡萨就宣布讲安尼结束啊，哦，你投降了，即个仪式结束啊，啊，即个。文类事件吼，哇，收收的都要交日本啊！但日本人足认真嘞吼，伊看看来讲，哎，啊，你加拿大都毋签毋对啊，你签伫法国啊，啊，即摕转去阮本国吼，阮袂甲你准啊，即个签毋对要安怎准？伊讲，啊，美国代表讲，啊，你摕转去家己改改就好啊。伊讲袂使啦，哪会使即？遮重要事哩，阮家己改，无迄个代志啊。所以到尾美国代表呢，就乖乖啊，迄个签字的所在，迄个国家个改安尼吼，加拿大改加拿大，法国改法国安尼，改了啊，到日本安尼吼，有遮即个过程啦吼。所以等下正式变成做啊，日本投降战败啦吼。啊，请问日本战败啊，台湾战赢战败？台湾战败啦，迄当时台湾嘛是日本的领土啊，吼、哦！啊，即马真侪少年的毋知影咧，吼、哦！哇，咱战赢，吼、哦！8年抗战，咱战赢咧，吼、哦！会使无影啦，吼、哦！啊，咱着受迄种教育，吼、哦！啊，就是安尼，吼、哦！啊，我看咱来休困。10分钟，吼、哦，较袂遐忝，吼、哦，啊，较过来继续，咱11点来继续，好无？好、哦，好，多谢。
Thank you.
啊，各位同学们，咱要继续上课，好，请大家紧上座。请起立。行嘞，请坐。啊，各位，咱过来继续啦吼、哦。大家较辛苦嘞，搁差不多五十几分吼，来当食饭安尼吼。啊，拄啊讲啊，即个太平洋战争结束吼，伫1945年，啊，台湾的命运就当下开始改变。1945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咱是日本人，咱是日本籍，吼、哦。但是1945年呢，马加萨呢，台湾个歹运吼，因为日本本土呢指派美国去占领，战败国就是讲伊领土呢，拢会互占领个国家占领，吼、哦。所以日本的本土呢，美国去占领，台湾个平和呢。明军是指派蒋介石将军来占领，吼、哦！啊，日本北方四岛，苏联去占领，吼、哦！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东北那边，嘛是苏联占领，吼、哦！啊，所以因为1945年明军的命令，蒋介石来占领台湾，吼、哦！啊，占领台湾了呢？因为蒋介石甲美国无同啊，蒋介石是半土匪啊，吼！啊，占领了，伊是讲伊拍赢，所以第一样代志，伊就讲伊光复台湾，吼、哦！啊，就无影无只，那光复台湾，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无一个枪支拍来个台湾，吼、哦，拢是美国。米29的轰炸机来炸台湾，吼、哦，可能有一挂人还会记着吼、哦，啊，美军米29啊，小雷弹，迄种叫做小雷弹吼，啊，弹来台湾吼、哦，啊，取消起来吼，迄阵阮住在台南，哇，都，阮家嘛烧起啊，啊，就开始疏开疏开去装卡呢吼。哦所以是美国打赢日本，吼、哦，唔是中国。啊，所以蒋介石讲伊打赢，伊话光复台湾第一项代志，伊发布一个行政命令，就是讲，从1946年正月初开始呢，台湾人变作做中华民国人。哎，这行政命令你袂当个改变。集体改变一个国情呢，啊，所以唔捌字啊，乌白发命令，吼、哦，结果呢，美国甲英国拢抗议，吼、哦，讲你是占领，你袂能改变人的国情。啊，结果呢，1952年，吼、哦，这个1945了后，经过7年，吼、哦，旧金山合约才开始签。合约签落了后呢，太平洋战争。甲正式结束，吼、哦！啊，这个旧金山合约呢，有48个民国，吼、哦，民国，吼、哦，这个国家呢，有48个国家签字，吼、哦，甲日本签字。啊，旧金山合约呢，并无中国，无中华民国，嘛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签字。啊，意思就是讲。中国甲日本的战争无结束，因为伊无签字啊，吼、哦，啊，所以美国个佮另外设计啊，一个叫做日清，吼、哦，啊，毋是日清啦，日华合约，啊，就叫做台北合约，就是中华民国单独，吼、哦，甲这个日本签这个和平条约，吼、哦，就叫做台北合约。
啊，台北合约呢，完全是照旧金山合约的条文，吼、哦，安尼写吼。啊，旧金山合约也好，台北合约也好，就是讲日本将台湾甲这个澎湖的这个主权的管理呢放弃，伊用这个放弃的字眼啦，吼、哦。放弃伊这个管理，但是放弃了呢，无讲要放弃哦，倒一个国家吼，无一个收受国安尼吼，啊，所以台湾的命运从遐开始吼，变成做台湾伫国际上的地位啊，未定啊，吼、哦，本来是日本的领土啊，啊，日本放弃，啊，放弃有啥物人，啊，拢无讲啊，啊，美国调讲也无爱讲啊。因为美国知影吼，中国内战，伊无可能讲放弃予中国啊，吼、哦，所以调讲无讲安尼吼，所以台湾地位，但1945年开始吼，都未定，一直到即嘛，哇，经过60多年吼、哦，啊，1952年即、這个啊《立法合约》内底有一条，吼、哦。写讲自1945年啊开始吼，踮伫台湾土地顶端的台湾人，甲伊的后代变成做中华民国籍的人，条约安尼写吼。啊，所以咱从1952年开始话，才变做中华民国人嘞吼。但是吼。啊，历史咧变动吼，历史毋是固定的，毋是死的，伊是活的吼。1952年签的这个合约，一直到1972年20年后，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吼、哦，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啊！伊签的这個台北合约，啊有效啊无效？啊无效的时阵，合约讲承认这本土台湾人是中华民国籍，啊，这个合约无效啊！啊，咱是啥物籍？咱就并无籍啊，哦，咱无国籍啊。啊，但是呢，因为咱伫这所在受这个。中华民国即摆应该叫做支那台北吼，伊、哦、即个管理啊，所以一直甲咱教育，啊，咱摕嘛是因的身份证咧吼，咱摕嘛因的护照咧，啊，所以咱的读过来拢讲，咱是中华民国人吼、哦，啊，其实毋是，咱是无国籍吼、哦，啊，所以伫2006年啊，林志诚先生顶吼。哦啊，去告美国政府，啊，你一群台湾人要告美国政府，吼、哦，啊，美国政府，世界上用的政府呢，这国家世界上用的呢，吼、哦，啊，你敢去告一个国家，吼、哦，啊，你都要有充分的把握呢，吼、哦，啊，你去告美国政府，啊，你敢唔免请美国律师？哎呀，啊，美国律师，提美金呢？伊无要摕代票呢，吼、哦！啊，算点钟的呢，哇！这你若无相当把握，你是唔敢啦，吼、哦！啊，所以伊是根据啥物？是根据旧金山合约。所以台湾的命运若要透呢，就是爱回归原点，回归1952年的旧金山合约。啊，旧金山合约讲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的充分主权啊。啊，无讲收受国是啥样啊？但是旧金山合约讲美国是这个太平洋战争的主要这个战争的这个国啊、哦，所以美国有权利哦来保护伫台湾土地顶端的台湾人啊，所以美。国那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时阵，台湾人，吼、哦，本土台湾人应该享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吼、哦，这是因的论点，吼、
像法院安尼告，讲阮来接受恁美国宪法甲阮保护啊。啊，阮美国宪法的基本人权是啥物？迁徙的自由，我会当四国旅行的自由，这是基本人权啊。啊，阮要旅行啊，无证件要安怎？所以恁美国呢，爱发旅行证件给本土台湾人。所以，即个论点就告即个法院吼，哇，经过三年的时间，哇，无简单吼。经过三年，即个美国法院的最高法院，哇，做出判决。啊，即个判决呢，伊安怎讲呢？伊主要讲三点啦吼。当然，内底真济吼。啊，即个法院的辩论的文章啊，足精彩吼。关于台湾的即个主权的问题吼。啊，这三点主要，这个判官就讲，台湾呢六十几年来吼，啊，这台湾人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啊，真痛苦啦吼。啊，第二就讲，台湾吼，一直呢六十几年来无有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吼，这政府台湾人也无要认知啊吼。第三就讲台湾。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一直拢无确立，吼、哦，这三点嘛呢。所以咱的国际地位拢无确立，吼、哦。但是这个判官最后伊讲安怎呢？伊讲什么人还是什么国家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伊讲这个决定啊，是政治决定，唔是司法决定，啊，所以。阮这个司法呢，司法呢已经超过这个范围啊，哈！因为美国是三权独立的一个国家，哈！啊，我司法袂使去超越行政啊，啊，所以伊是讲这个案呢，啊，伊无法度做最后判决，哈！啊，所以这个案伫这个所在的搁置安尼，哈！所以这个案就无够继续落去，哈！有这个三个决定了，哈！啊，这三个决定，我是感觉真要紧啦吼。虽然无最后判安怎吼，这个官司呢，会使算讲啊，无输啊，无赢吼。啊，所以美国的政府、美国国务院吼，我想伊嘛重视这个判决文啦，吼，对台湾问题啊，要安怎处理吼，伊嘛是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吼。啊，出来就是讲，中华民国啊，是毋是一个国家？吼、哦，啊，美国拢逐摆甲你讲，啊，你都毋是一个国家咧，吼、哦，啊，到底是安怎吼、哦？啊，所以咱即马就是讲，爱弄清楚，到底中华民国是毋是一个国家？台湾是毋是一个国家呢？吼、哦，啊，咱知影所谓的中华民国啊，是。在1912年成立的哈，啊，伊成立的这个中华民国，伊中央政府在南京，哈，啊，所以1912年的中华民国是一年呀，哈，啊，所以12减1就是11年哈，所以公元甲中华民国差11年哈，都等下来哈，啊，咱知影中华民国是。这个孙中山哈、哦，听讲了哈、哦，是去引导这个清朝清国了哈、哦。啊，了无成立中华民国，啊了，虽然成立中华民国哈，内地中国呢，还是军阀呢，一股一股拢占掉嘞哈，唔、哦、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哈、哦，啊，一直到这个1941年哈。哦啊，日本甲这个中国嘛开始打啊，吼、哦，开始战争啊，啊，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哇，中华民国真欢喜啊，伊讲战胜国啊，吼、哦，啊，欢喜无偌久了，吼、哦，上欢喜，但是共产党较巧吼，日本战败，哇，共产党就赶紧啊去接受日本的军队内底武器。哦，去接受这物件，这军粮吼，这资源都去接收啊！
啊，接受了就开始拍国民党啊。所以1945年开始呢，中国内战哦，开始拍起来哈、哦，共产党甲国民党就拍起来哈、哦。啊，国民党欢喜讲伊占领呢，结果共产党拍啊呢，密密麻麻，一步一步走啊。诶，经过无偌久啊，1949年，就开始共产党拍啊，走无路啊，还要走的，走来台湾。台湾嘛是靠美国的军舰呢，从蒋介石的军队，伊所有遮啊公务人员伊人呢，拢个载来台湾，啊、哦，这点是美国唔对的所在吼。这派人难民拢个赶来台湾呢，吼、哦，啊，所以1949年开始呢，所谓的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来台湾。哦，所以中华民国有两种性质，哈、哦。1945年占领台湾，1949年流亡来台湾，哈、哦。啊，流亡来台湾，咱知影，哈、哦，一个国家，敢若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国家无可能两个中央政府啊，哈、哦。中华民国伫1949年以前。伊是中央政府啊，伫南京啊，伊是一个国家，无毋对啊。诶，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府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的中央政府伫北京，吼、哦、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是中国啊，啊，另外即个走路来台北的政府叫做啥？叫做流亡政府啊。啊，什么叫做流亡政府？就是叛乱政府。一个国家敢若有一个中央政府，啊，另外迄个你就无要服从中央，所以你就叛乱啊。吼、哦，啊，所以共产党甲即个国民党啊，阁是内战的状况吼。1949年开始，啊，所以美国呢支持，因为是迄当时国际政治是冷战的时阵，吼、哦。啊，所以伊来支持无法度啊，伊来支持蒋介石啊，吼、哦、来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啊。啊，拄啊1950年韩国的战争，我救着蒋介石咧。本来是美国要放弃蒋介石啊，吼、哦，伊讲即个蒋介石的家族啊太烂的吼，啊贪污安尼遐厉害吼、哦，本来要放弃啊，我韩战爆发。伊来利用台湾啊，做攻击战嘛，吼、哦！所以韩战爆发了呢，美国继续支持所谓的中华民国啊。所以，但迄个时代呢，啊，中华民国嘛是被认定做一个国家啦，吼、哦！虽然伊毋是国家，就是流亡政府，但是美国还阁是该认定做一个国家呢，吼、哦！啊，所以一直。演变来到，1971年吼、哦，咱知影联合国有一个决议文，吼、哦，啊，这个决议文就是讲，将蒋介石甲伊的代表赶出联合国，吼、哦，各位要清楚吼、哦，联合国这个决议文，毋是将中华民国赶出联合国，是将。蒋介石甲伊个代表赶出联合国，中华民国个代表犹原保留伫联合国，但是伊个名字，但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所以中华民国无通踢出去联合国啊，啊，所以咱个认知拢毋对啊，咱讲哇，中华民国赶出联合国，所以咱来倒转去联合国，吼、哦。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啊，这个袂通啊！中华民国已经伫联合国内底啊，吼、哦。所以1971年呢，世界宣布中华民国伫国际上正式死亡，吼、哦。所以中华民国呢，会死两届，吼、哦。第一届是1949年，共产党打败，啊，伊流亡啊，逃亡来台湾。所以中华民国伫中国就灭亡啊！哈，
啊，1971年呢，世界个宣布伊第二摆灭亡哈。啊，咱知影，中华民国1949年走来台北个时阵，过一年尔吼，1950年，蒋介石就讲，伊要复兴四世，哇，什么意思呢？伊讲伊要倒转来做中华民国个总统啊，要做唔做拢伊咧讲个咧吼。伊流亡来台湾的时阵，伊是知影，吼、哦，伊唔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伊知影呢。代理总统是李宗仁，吼、哦。啊，1949年哦，共产党拍败了，这个代理总统李宗仁，走到逃亡去美国，蒋介石逃亡来台北，所以中华民国无去啊，吼、哦，啊无去。经过一年了，伊阁活起来了吼，活起来讲伊要复兴四世啊吼，啊所以，即卖国民党咧讲，哇，中华民国建国100年，这无影，这好笑诶，伊无100年，安怎讲伊都死去啊？1949年就断去啊，吼，1950年阁活起来，这个中华民国，甲中国迄个中华民国，敢无相共？特地思考吼，咱知影，比如讲，有一间公司伫中国成立吼，啊，公司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啊，董事长叫做蒋介石吼。1949年，这个公司倒下咧，吼，宣布解散倒下咧。1950年，有一个公司伫台北成立。叫做中华民国，伊董事长嘛叫蒋介石呢吼。啊，请问啊，这两个公司有共啊无共？应该是无共啊。啊，所以就是讲中华民国无100年的骗人的吼。伊是阁活起来，啊，但是1971年是完全死亡啊吼。啊，咱知1979年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案件吼。就是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美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啊，吼、哦！啊，美国正式呢无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啊，所以美国的这个国会通过一个国内法，叫做《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啊、这个台湾关系法里底第一条就是讲，自1979年正月初开始，无要称中华民国叫做中华民国，吼、哦，要叫做是台湾地理当局，吼、哦、，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伊是一个台湾这个地区的地理的一个当局，伊毋是一个国家，吼、哦。这个法呢，就写个足清楚啊，吼、哦！啊，所以咱拢唔知影咧，吼、哦！啊，咱伫台湾哇，每四年哇，拢个选总统啊，选啊变变个安尼，吼、哦！啊，结果在座嘛足济吼，去光脚的啦，吼、哦，出钱出力的吼，真济吼！啊，当时我嘛是啊，四界徛台演讲咧，吼、哦！啊，即摆小个拢唔对咧，吼、哦！结果国民党真清楚呢，伊毋是总统吼、哦，啊，所以你知影马英九若见到中国的官员，都毋敢讲伊是马总统啊，吼、哦，拢讲伊是马先生啊，因知影，但是台湾人毋知影，台湾人啊戆戆啊毋知啊，吼、哦，佮你叫伊总统咧吼、哦，所以这拢毋对吼、哦，啊，所以1979年开始吼，就。美国嘛是，世界也是，都承认无一个中华民国的一个国家，所以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伊叫做啥物呢？伊叫做 Chinese Taipei， 吼、哦，正式翻呢，应该翻作支那台北，吼、哦，啊，但是伊家己翻作翻作较水吼，伊、哦、叫做中华台北，啊，中华那就最好听嘞，吼、哦，中华，吼、哦，其实是支那台北。Chinese Taipei 哈，啊，什么叫做支那台北呢？在国际上呢，
一个流氓的政府的名称，就是用伊原来迄个国家的名称，啊，甲伊流氓去迄个所在地名，叫做伊的名称，吼、哦。啊，所以Chinese Taipei的意思，就是讲中国人流氓伫台北的一个团体，叫做Chinese Taipei，吼，支那台北。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攻入美国巴黎的时阵，法国政府流亡去伦敦，所以迄当时的法国的这个流亡政府的名称叫做 French London， 法国伦敦。吼、哦，波兰相共流亡去伦敦，伊嘛叫做波兰 London。吼、哦，国际上就是采用这个名。啊、所以这个名字很清楚，你是一个流氓的一个政府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你不是一个国家、哦、这点我们要很清楚啦、哦、所以我们不要承认他是一个国家、哦、他是一个流氓政府、啊、但是呢他现在也不是一个流氓政府的性质啦、啊、怎么说呢、啊、我们知道2010年有一个一括签字啊，一括签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流氓政府甲中国的中央政府签这个和平条约，哦，意思就是讲我这个叛乱的团体甲中央政府签约，我无要阁叛乱啊，我要投降啊，哦，啊，我会使随时转去啊，的意思。啊、所以他就 不再流亡了，他没再流亡了的意思，所以他流亡的性质也没去了、哦啊、他变成什么呢？我跟你们说，他是一群1949年逃亡来台湾的难民的团体、哦啊、现在这难民的团体呢来治理台湾、啊、台湾人呢跟林差作弊跟承认他这个合法的这个政权、哦、所以现在我们了解这事实之后呢，我们的做法第一就是否认他的所谓中华民国的合法性，统治台湾的合法性，我们要否认他对台湾的统治不合法，他是违法的，违反国际法、哦、他不合法、哦啊，无合法，咱免啦，咱被统治，咱免啦，咱来抵抗啊！啊，咱免啊抵抗，啊，咱也无军队啊，啊，无枪啊，无警察啊，你免抵抗，咱就是采取不合作主义，像甘地安尼，我无要合作啊！欸，啊，有人讲，哎，你无合作，你莫该纳税啊！欸，袂使呢，你无纳税，甲你罚啦，罚甲你走无路啊！你嘛袂散，啊！即嘛变啦，上简单会当做诶，啊！你着每四年诶选举，那卖去选呐、啊，那要去卖去做个候选人呐、啊，即无讲伊要安怎甲咱发啦、啊？欸，啊！咱若大家拢无去选，啊！国民党无规盘拢捧伊，不要紧，规盘拢互伊，啊！国际上咧看。因为台湾问题一定在国际才有办法来解决，国际若了解台湾的国民党无本土台湾人的支持，咱无去参加因的选举，伊规盘拢捧去，伊就是无合法啦，吼、哦，无迄个法律的根据啊，伊就是爱倒啊，所以咱从即马开始。唔好去参加因的选举，吼、哦！唔好去做因的候选人，因为你去参加嘛袂赢，安那袂赢呢？啊，国民党自古早来就是设计这套选举的制度啊。林里长的设计呢，是安怎？365天，林里长拢咧做这工课呢？招待这里民啦、啊，去佚佗啦，坐游览车啦，吼、哦！身体检查啦，健康检查拢免钱的吼，啊、哦，够你食便当啦，发一个行路费啦，啊，这钱单对来，国民党来啊，
但那税金来的啊，因就是拢做这个工课吼、哦。啊，较庄卡的呢，乡镇长较早只吼，就是咧做这选举的工课。所以台湾的选举是假民主，伊毋是真正的民主啊，伊无徛伫平等的立场咧选举啊，伊开始就无平等啊，吼、哦。都利用，拢利用遮吼，所以因会赢，所以咱绝对选袂赢吼。啊，咱若参加因的选举，因的合法性就有啊。伊讲你台湾人选输啊，啊，你要安怎讲？哦，你都参加这个选举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咱卖去参加因的选举，互伊家己去补吼。啊，台湾某一句话咧讲啊，啊你。一个钱吼，无两钱嘛袂弹啊，吼，啊，好改一个，看起要安怎弹吼，弹袂起来吼，啊，所以这点吼，啊，咱爱会当做个所在，啊，咱知影中东嘛真济国家吼，比如讲埃及，吼，埃及嘛今年，吼，这个独裁者吼，穆巴拉克，哇，嘛独裁二十几年呢吼。结果呢，埃及人站出来，靠人民的力量，哇，五六十万人呢，吼，站出来，迄个开罗的这个都市，吼，首都内底，哇，伫遐个占一礼拜、两礼拜、几个月，独裁者嘛落台啊，吼，啊，所以你台湾人就是要靠台湾人本身的力量 ，people's power， 人民的力量，一个人若站出来。你台北市，你若有法度徛二十万人，佮冻一礼拜，冻两礼拜，互伊拢袂震动，我相信国民党会倒，毋是袂倒吼。啊，即摆就无啊，咱人太少吼。啊，即、這个台湾民政府，啊，即摆加加来嘛无一万人啊，吼、哦。所以咱需要努力吼、哦。啊，各位啊，倒去，毋要掂掂咧吼。等于亲戚伙仔嘛爱讲咧吼，啊，咱的朋友爱讲吼，咱的囡仔、婿婿、新妇、囝儿拢爱讲吼，唔好无讲吼。啊，咱真侪咱这后日上、后日上就爱带孙咧吼，拜托你带你的孙吼，爱讲咱的台语，吼，唔好讲因的北京话吼，啊。即马吼有一寡时间吼，我想讲各位毋知有啥物问题吧吼，因为大家四界吼，各地来即个所在，啊，咱拢有足侪问题，讲啊，台湾哪变安尼吼，啊，国民党哪有法度统治咱遮久吼，啊，有一寡问题要提出来即个交换无吼？啊，我利用这個时间吼，我大家一个机会安尼，吼安尼好唔好？哎，蒋叔，哎，请讲，请讲。哎，对，哎，因为巴勒斯坦哈、甲以色列是两个国家，哈、哦，两个国家当然税金就各人收各人的啊，不可能揽做伙啊，哈、哦，啊，因为以色列是英国、美国的支持，哈、哦，啊，和以色列建国，但是呢，英国甲美国。并无支持 Palestinian 建国，所以 Palestine 的人确实真可怜哈、哦。啊，无家己的国家哈、哦，啊，佫因为以色列的关系哈、哦，
虽然巴勒斯坦呢变成做一个联合国内底观察员的资格，但是伊是一个准国家，啊，佮毋是一个国家，吼、哦，啊，所以伊说的努力就是讲要要求联合国呢，佮成立伊是一个国家，吼、哦，啊，这个联合国也未通过啦，吼、哦，但是我相信早晚吼。哦伊是迄个巴勒斯坦尼亚吼，会变成做一个国家啦吼。啊，咱知影即个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尼亚的战争吼，即个一大片的土地伫加沙吼，拢以色列占去。啊，即个土地本来是巴勒斯坦尼亚的人的，但是以色列较勇啊。伊个军队较勇吼，伊武器嘛较有精啊吼，啊所以战争伊拢拍赢咧，啊所以就开始占遮土地，开始将以色列人移民去遮土地，开始伫即个土地吼起厝，建筑物吼，开始去开垦就对啦，啊意思就讲我先占先赢，吼。含这个中国的做法相同啊，吼，伊就将人移去新疆，移去蒙古，吼，啊，先占这土地，吼，啊，这有，这个国际上有真侪国家反对，讲你啊撤退，你袂使占迄个所在，因为这毋是你的领土啊，吼，但是以色列伊嘛照做啊，吼，啊，因为美国是有支持以色列，吼，较无支持巴勒斯坦尼亚的人啦，吼。啊，所以确实，巴勒斯坦尼亚人多，但是无法度吼，伊、哦、个经济也较歹，吼、哦，物力也较歹，吼、哦。但是因为迄个意志，吼、哦，啊，要建设做一个国家，诶，这个意志非常坚强，吼、哦。啊，所以这个战争吼，确实差不多逐天。吼、哦，会使讲，逐天拢有人牺牲啦，吼、哦，这个所在。我再来，啊，我这边个问题吼，啊，咱台湾人好讲尔，美国要甲你相提。嘿，美国是安尼，因为一个国家吼、哦，有家己的利益啦，有利益的考虑啦，吼、哦，欸，啊，台湾六十几年来，啊，美国你那拢无震动，吼、哦，啊，美国你那拢无出声，吼、哦。啊，阮一个台湾民政府，啊，你莫赞声一个，到目前拢无咧，吼、哦。啊，现在无，因为对美国来讲，伊本身的理由就是讲，啊，你着维持现状好好安尼吼，一只船安尼着平平稳稳安尼就好，你莫安尼家翻来翻去吼。维持现状对美国好是安那好呢？你所谓的支那台邦，你逐年啊用美国买武器啊，吼、哦，啊买个毋是最先进的武器呢？你买美国的配弹古虾，你买武器毋是讲几亿、几千亿就解决呢？这算刁的呢？哇、哦，这钱对美国来讲，啊当然是好啊。你维持现状吼，啊你卖安尼乖乖啊吼，乖乖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逐当啊买武器，对美国好啊，啊对台湾人好无？对台湾歹啊，啊歹咩啊？咱徛出来，咱来发声吼，就是安尼。所以咱的人若多，人咧讲10%的利润啦吼，就是讲台湾。本土台湾人的10%就好啊，那我都站出来，美国绝对要叮当，哈、哦，美国伊都爱出手啊，啊，即马无，咱的声上小哈，啊，美国就讲安尼都好势好势就好啊，哈、哦，所以国家利益的考虑啦，哈、哦，伊毋是咧考虑讲哇，恁遮真可怜安尼哦，我甲你安怎都安怎，毋是，哦，你可怜的人若站起来。伊就会安怎？啊，你若无徛起来，伊袂安怎呢？吼、哦！啊，阁有啥物问题无？我来。这嘛相共吼，就看咱台湾人啦，吼、哦。
咱台湾人若无出声，点点，伊就阿边啊，甲你关啊，吼、哦，阿边啊是安尼，咱知影吼、哦，哎呦，咱知影即个国民党爱关阿边啊，哎，啊，民进党嘛爱关阿边啊呢，民进党嘛无爱阿边啊出来呢，阿边啊出来先，哇，伊阁有阿阁有相当的影响力啦，吼、哦。啊、出来了后，即个民进党即马目前好看诶吼，诶、欸，可能爱超威啊，所以民进党嘛无爱入来，无爱出来啊。啊，共产党嘛无爱出来啊，啊，所以阿扁诶命运呢，就爱关甲死，啊，变做安尼吼。啊，即马就看台湾人吼，大家若出声，即马是美国美国一群台湾人吼。伊有一个叫做台湾人权会啦吼，伊即摆咧努力啦吼。最近那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参议员吼，会来台湾去甲阿扁啊探监吼。啊，这参议员我不知道影响力啦吼。啊，即摆结果安那阁毋知影吼。嘿，啊，阁有其他无？好来，嘿。哦，安尼哦，哦，多谢。即马美国的战争，目前是还阁无讲足清楚啦，吼、哦，嘿啊，啊，当然是，我是感觉即、這个咱即个论述，咱即个理论是正确的吼、哦，因为台湾就是回归1952年的旧金山合约，啊，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啊，但遐开始要哪解决这个问题吼、哦？啊，即马较不幸的呢，民进党也好吼、哦，啊，台湾人一挂教授学者呢，和咱的看法拢无同吼。因、哦、是承认中华民国，因讲啊，中华民国都统治台湾60几年啊嘞吼，啊，台湾啊拢会当选举啊嘞吼，啊，所以变成做一个国家。哦，啊，民进党讲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这唔对呢。因安尼讲吼，啊，台湾稳死的，是安怎讲呢？因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变化，吼、哦，战败的一个政府啊，伊的一切拢会在给你继承。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败，吼、哦。共产党会当继承国民党的一切，意思就是讲，中华民国的一切的物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拢会当继承。哦，你若话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哇，这阿六啊上欢喜啊！哦，啊好啊，安尼就是台湾阮的啊，哦，我会当继承啊。啊，这继承唔是讲假呢，欧洲哈。哦在德国、在法国，这个法国、德国甲中华民国断交的时阵啊，迄当时的中华民国在法国、在德国的大使馆，随后阿强啊吃面呢，伫财产馆内啊，吼、哦，内底物件嘛拢吃面啊，所以这是事实，会当继承吼，啊，所以中华民国绝对唔是。台湾安怎讲呢？中华民国对台湾无主权啊！伊当时开始对台湾有主权，无啊！伊是来占领台湾，啊占领袂使讲就是你的啊！吼、哦，一群土匪去占领恁家，啊，故来恁家这个不动产变伊的吗？袂啊！这个不动产所有权证也无改啊，那变伊的，唔是伊的，嘛是原来这个。所有权证的人诶，吼、哦，啊！日本放弃台湾，所有权证伫日本啊，伊也无过户啊，吼、哦！所以这个道理相同，是阿哥是日本的，吼、哦，伊这个所有权啊咧。来，阿哥有问题无？
啊，那无问题，我来问大家哈。啊，我讲几波安尼哈，啊是安那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啥物人会当回答？我来你讲。第一，他对台湾无主权啦，伊对台湾平湖无主权。第二，伊无人民啦，台湾人唔是中华民国人啊，伊嘛无人民啦，啊，所以中华民国伊有主权的所在对，金门、马祖，迄是中国的领土，所以别日啊，你台湾呐有法度变成做一个国家，中华民国爱流亡去金门、马祖啊，袂使住台北啊，安尼，我来告诉你，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来，你安怎讲？真好，真好，真好，是是是，这点你讲了真好啦吼，就是讲中国人甲台湾人爱分清楚，台湾人所谓台湾人，就是1945年迄个时点，伫台湾有户口的，啊，甲伊后代就是本土台湾人，所以咱即卖咧请身份证啊，就是要证明讲咱是。1945年迄个时阵，咱个阿公阿妈拢伫台湾咱就是台湾人。1949年对蒋介石落难流亡来台湾，即中国人，伊毋是台湾人，伊就是支那人所以最爱分咱即马毋是啊，因为咱受过因个教育，咱拢南南做伙咱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哎，哎，对啊，对啊。这个民政府有一个法律台湾的这个民法啊，什么法内底讲啊足清楚。你的爸母有一边是中国人迄时阵要哪认定是讲两边拢是中国人你要哪变成做台湾人伊有一个定数啦内底有即个内底条文足济，我袂记遐济安尼，即我来当请，来当请你过渡时期变成做迄个英文咧讲 residence， 就是台湾的住民，你变成做台湾的住民，伫台湾住偌久，你就当申请做变做台湾人安尼。台湾出世的，对，安尼嘛是会当，后来阿哥我，是啊啦，台迄个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阿哥有人会晓讲袂？那无哈，咱阿哥有几分钟我过来讲迄、那个。咱知影，即个美国甲西班牙有一个战争，
这是1887年的一个战争吼、哦。啊，这战争西班牙打输啊，吼、哦。啊，西班牙打输的时阵，战争要结束，就是要有一个和平条约，吼、哦。啊，所以这个和平条约叫做巴黎合约，就是美国甲西班牙伫巴黎签的一个合约。啊，这合约安怎讲呢？合约内底就是讲，这个西班牙将菲律宾、将关岛、将这个波多黎各割让予美国，吼、哦，诶，还佫有一个岛，啊，西班牙将古巴。伊讲吼，毋是要割让啥？伊讲西班牙放弃古巴，含台湾相共啊。伊讲西班牙放弃古巴，但是伊嘛无讲要放弃予啥啊，吼、哦。但是伊又讲咧，西班牙放弃古巴，西班牙军队若撤退的时阵，美国军队会使占领。伊讲安尼啊，吼、哦。啊，所以即个巴黎合约了呢？外美国了，随去占古巴，吼、哦！啊，这个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尾仔呢，美国嘛协助菲律宾变成做独立的国家，虽然伊占领啊，吼、哦！啊，关岛呢、关呢，啊，佫是美国的这个海外的一个领土，吼、哦，未合并的领土。哎，啊，波多黎各嘛是啊，吼、哦！波多黎各嘛，变成做美国的海外一个未合并的领土吼。波多黎各的人唔是美国人，吼、哦、啊！但是伊最近呢，和波多黎各的人一个公民投票啦，吼、哦！最近无今年正月迄个美国总统大选啊，奥巴马连任啊，吼、哦、啊，新选呢用一个。迄、那个公民投票咧，吼、哦！哎，公民投票讲啦，讲恁波多黎各人是毋是要保持现状？保持现状意思就是讲，保持你一个主题区，啊，你也毋免向美国交税金，吼、哦！啊，但是你毋是美国人，你袂当参加美国的选举，吼、哦！结果呢，波多黎各人有53%人讲。因无爱保持现状，吼、哦，即马说咧，无爱保持现状的时阵，啊，恁是希望波多黎各将来爱安怎，吼、哦？即马有60%的人，讲阮波多黎各人希望将来变成做美国的一州，吼、哦，支持独立的人才10几%呢，吼、哦，63%的人讲希望变成做美国的一州，吼、哦。啊，这是一个公民投票，唔是一个法律，哈、哦。啊，所以这个投票呢，美国国会会参考，哈、哦。啊，所以我相信呢，无偌久，哈、哦，美国国会处理这个问题，哈、哦，波多黎各会变成做美国的一州啦，哈、哦。诶，啊，等古巴含台湾独立时的，啊，古巴变成啦，古巴第一的时阵，哈、哦，因为接近美国。哦，伫迄个迈阿密的附近啊，的南边尔吼，啊，所以美国当时呢，投资足济钱伫古巴，吼、哦，古巴的糖业啦，吼、哦，啊，其他即个美国投资足济，所以袂放弃啊。但是因为即个西班牙甲古巴人吼、哦，古巴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即个独立战争，含即个西班牙拍平手。哦，无拍赢，但拍平手。啊，尾啊，美国佫参加了，所以西班牙拍输哈。啊，所以尾啊呢，美国嘛是帮助古巴哈、哦，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哈、哦。所以台湾，咱若看这个啊，西班牙变美国战争这个条约哈，咱嘛了解台湾有可能哈。哦有可能透过美国协助台湾，吼、哦，不管你是变作美国一州也好，变作一个国家也好，
台湾要改变，就是需要美国。吼、哦，美国若无出面，你台湾的这个情形，吼、哦，台湾的前途无法度改变啊咧。吼、哦，安尼有问题无？好来，系。是啦，台湾即马就是讲好佳在哪？台湾的地理位置啦，吼，你该叫做台湾民主也好，吼，主要是台湾这个地理位置，拄拄啊伫这个太平洋这条连线内底，吼，日本这个连线落来就是台湾，吼，啊，所以美国绝对袂予台湾变成做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若中国退去吼，太平洋就有一个缺口。中国军呢，中国海军就经过这个台湾海峡，经过台湾进入去太平洋吼，所以太平洋的防线就断去啊。所以因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咱今仔我都动啊即嘛吼，这就是因为主要咱的。一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啦，吼！啊，即马说咧，地理位置好以外，啊，来看咱台湾人会拍拼啦，吼！啊，咱台湾若阁安尼继续安尼点点出声，当然就继续落去啊，吼，就袂改变啦，吼！啊，我想剩两三分钟吼，来，请讲。这位先生的贵姓？姓黄姓哦。因两个问题啦吼，伊是讲美国无可能让台湾变成做美国一州啦吼。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迄个太平洋战争结束，麦克萨的第一道命令吼，啊，叫这个蒋介石的军队来占领台湾吼。啊，美国是这个主要占领官国，伊那无要叫蒋介石的军队离开台湾啦吼，有这两个问题啦吼。啊，即马就是讲台湾问题要解决，将来要变成做一个自治区，还是要变成做日本的邦联吼，还是变成做美国的一州，即到目前吼，啊个。无法度有策啦，吼！即个看大家的努力，啊，最后台湾人的意愿是安怎吼？较有法度清楚啦，吼！目前来讲，即个可能有较早啦，吼！啊，因为拄拄有讲吼，因为冷战的关系，美国不得不支持中华民国，吼！啊，佮韩战爆发，啊，煞来冷战的关系。伊无可能伫迄个时点吼，将蒋介石赶走。伊有可能伊会当有迄个关系，会当赶蒋介石啊，吼。
但是问题你怎个说要关的，关去太平洋啊？哦，嘛无可能哈、哦。啊，即马就是讲，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讲，台湾问题要做伙解决哈、哦。啊，你剩的这些中国难民要安怎处理哈？以后台湾问题若解决了，这问题就会解决了。哦，上街这人。那无要做台湾人，你会使刷去金门妈祖啊，哦，啊是你要移民去美国啊，哦，迄随在你家己决定，哦，啊将来就是有一套的这个法律吼、哦，啊来处理这群中国人安尼，哈、哦，啊咱的时间差不多啊，哈，啊刷来大家当食饭啊，哈，啊感谢大家，感谢，请起立。今日请坐，一种妇女会会长有代志要甲大家宣布。哎，各位同心，大家好，我有两点报告哈。